《野生厨房》第二季开始，怎么样？鸡个炸！哎呀妈呀！最爱穿短袖的大哥，你在干啥呢？我拍骆驼。我天！问题是骆驼穿的都比你多。给他们一个帅气的登场。哎，这儿呢，爸爸。兄弟好，聊聊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弟弟，重活，重活，重活交给你，重活交给你。哎，真是有当哥哥的样。明天快乐出发。前朝的朋友，谁要去烤羊肉串的吗？前面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唱不下去了，这才两首歌了，你都没气氛了。好了，你个臭小子，你这搁这干啥呢？哎呀，张学拢的屁股大，做了一个大劈叉。是谁帮我们把苗子的飞？哎呦！至少有六个人帮过我啊，这样吃面的时候讲的是这个啊。哎呦，不错呀。让我们看看我们了不起的幕后团队。